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老穆。本讲啊，咱们来讲一个大主题啊，就是面试高分技巧当中有一类题型叫做漫画题。这种题呀、啊，经常在我们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结构化面试当中出现。那这一讲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如何攻克漫画题。漫画本质上是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它是绘画艺术的一个分支。 常采用夸张啊、比喻啊、象征等手法，讽刺、批评或者歌颂某些人或某些事儿，具有比较强的社会性。那结构化面试当中的漫画题啊，按照漫画的立意和体现的内容，可以将漫画题分成三种类型，啊，就是歌颂型、讽刺型和发散创新型。其中呢，歌颂型漫画。 包含的是正面社会现象，我们可以将题目转化为正面社会现象这个类型题作答。而讽刺型漫画呢，包含的一般就是负面社会现象，同理可以将题目转化为这个综合分析题负面社会现象这个题型作答。那发散创新型漫画啊，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解读了啊，这个还是需要注意的。 就无所谓歌颂还是讽刺。回答这个创新发散型的漫画啊，我们唯一需要的突破的方向和努力的重点，就是能让自己的答案不俗套。那漫画呢，的确是一种这个语言形式，因为它有语言功能，但这种语言啊，不是平常人啊常说的那种话，而是一种幽默的话语。 因为漫画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滑稽感。无论是歌颂型漫画还是讽刺型漫画，其最具有滑稽感的，就是一道题目的题眼所在。此处啊，所谈到的题眼，也可以理解为一道题目的核心问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啊，有部分漫画使用了比喻或者象征的方式展现其内容，在作答的时候。 必须要揭示其预知或者象征的人或事儿，这样的漫画最能体现出考生的思维能力和联想能力。那咱们分别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歌颂型漫画。面对歌颂型漫画，我们怎么分析呢？先说分析方法。歌颂型漫画啊，通过漫画的形式歌颂社会上的好现象，这样的漫画通常充满了正能量。 包含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人民所盼已久的事情等等啊。咱们看一道例题啊，来看这幅漫画。本题的题干啊，给出这幅漫画，看啊，描述的是一家三口在教师节为老师送礼的场景，其中学生的爸爸为老师送的是这个实体的礼物啊，实物礼品。 学生的妈妈呢，为老师送的是购物卡，而老师都没在乎啊。老师却将伸长了的手去收取学生为老师送上的祝福卡。卡片上的内容是“祝老师教师节快乐”。那本幅漫画最为特殊的地方就是，老师这个伸长的手啊，去收取学生祝福。啊，这这手多长是吧？这是一种那个夸张，对吧？ 这也是题眼所在，哎，伸长的手是题眼所在。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伸长象征着他忽略了离他最近的食物、礼品和购物卡，特意去够远方的学生的祝福。那这样的一种做法和姿态，就体现了老师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所以，这样的题可以转化为正面的。 社会现象题来做答，转为正面的综合分析题进行作答啊。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说一下作答的逻辑结构。其实这个结构啊，啊、呃、没有固定的限制，但是我们内化于心的思路呢，大体呈现五个步骤啊，五部分内容，分别是背景铺垫、解读漫画、评价主题、提出对策和总结升华。分这五个步骤啊。 那么，将歌颂型的漫画转为正面的社会现象这样的分析题来作答啊，与本身就是这种这个综合分析题的这个呃题型相比较啊，漫画题呢多了一步什么呀？多了一步解读漫画啊，在解读清楚漫画之后，就可以转向了咱们比较常见和熟练的这个正面的社会现象题。 那分别来简单说一说，第一个背景铺垫呢，主要阐述与题干有关的啊正面的内容，其主要目的是为下一步的解读漫画做出铺垫啊。第二个就是解读漫画，需要通过转折关联词，比如说然而或可是啊，转折到解读漫画上来。 解读漫画啊，必须语言精炼，一针见血，必须将漫画中最为特殊的地方，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考官陈述出来。注意啊，歌颂型漫画主要包含的是正面的社会现象，因此在向考官解读漫画的时候，必须表述出其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意义之所在。第三步呢，就是评价主题。 评价主题主要是针对题干所反映出的中心思想来进行重要性或者是必然性的评价，彰显自己契合这种正面现象的积极的价值观。评价主题更多是反映咱们答题者的态度啊，是一道题目当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评价主题的内容主要有分析积极意义，或者是阐述重要性、明确目的等等。 那么我们在评价主题的时候啊，一定要结合着这个漫画当中的题眼，给我们这种正能量价值观所带来的积极影响进行阐述。第四步呢，就是提出对策。提出对策这一步啊是重点，不论是歌颂的还是讽刺的还是创新的啊，这个对策这一块肯定是重点，这和现象题是一样的，是最为关键的一步。那么， 这一块呢，啊，实质上咱们最好提上一些这个能够好上加好进行完善的对策或者建议，数量呢以三到五条为最佳。最后就是总结升华啊，需要具体题目具体分析啊。这就是咱们歌颂型漫画的这样的一个作答的逻辑步骤啊。咱们通过一道题呢来运用一下，掌握一下啊。观察这个漫画啊。 我们运用一下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五个步骤。第一步呢，背景铺垫。近些年啊，我国的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目前我国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人民生活啊越来越富足。而与此同时呢，我国也进入了环境压力的高峰期。从前的环境污染只是个别局部现象。 现如今呢，环境污染成了全国性的普遍问题，特别是最近啊，入冬以来，全国性的雾霾天气就再清楚不过的，就再清楚不过的揭示出了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和生态的脆弱性。这是第一步啊，背景铺垫。第二步呢，就是解读漫画。然而，题干给出的漫画却为我们勾勒一幅美好画卷。 一个人在一条畅通的大道上，左手牵着环境保护，右手牵着经济发展，一路奔向美丽中国。这幅漫画形象的说明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作用。哎，这就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评价主题。诚然，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忽略了环境保护而片面发展经济，便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规律。当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蓝色的天空、绿色的森林都成为民众的奢望时，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之重就可想而知了。这是彰显我们的价值观啊，对于环境重要性的这种判断。第四步，提出对策，为了使我国的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能够齐头并进、统筹协调，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坚实基础。我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必须健全和完善法规体系，保障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法治法规的建设是保护环境和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只有出台健全法律法规，才能够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求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我们的社会管理者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环境保护纳入我们的政绩考核之中，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政绩观，改变以牺牲长远利益来换短期利益的政绩观。最后。 必须强化公众的环境意识，要大力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环境意识，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啊这种科学理念，同我们民族关爱自然、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通过多种途径普及相关知识，在全社会形成珍爱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造福后代的共识。 哎，这就是第四步，提出对策；第五步，总结升华。总之，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两项任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也必须协同进行。只要健全和完善法规体系，帮助我们的管理者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并强化公众环保意识，就一定可以实现环境和经济双赢的局面。 建设我们为之自豪的美丽中国。OK，这道题就回答完了啊。用这道题呢，我们来熟悉和掌握一下面对歌颂型漫画这样的一个作答逻辑结构。好的，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讽刺型漫画啊。首先也是说它的这个分析方法。那歌颂型漫画是转为正面的分析题，同理，讽刺型漫画就可以转为负面的。 社会现象体，对吧？啊，转为负面现象体。那讽刺型漫画呢，主要是通过漫画的形式去批评或者讽刺社会上不好的现象。这样的漫画通常充满了负能量啊，包含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人们所不希望、不愿意看到的这种事情啊。比如，咱们举个例子啊，哎，看这幅漫画啊，他给出了两幅漫画进行对比，是吧？一幅漫画展现的内容是。 在古代，一名长辈向晚辈讲授诚实守信的美德。然后，讽刺的是，另一幅漫画展现的是，一名小商贩为了降低成本，正在生产劣质的豆浆、啊、那作答本题，若想很好的切题啊，咱们需要将两幅漫画对比，寻找其最为特殊的地方。那经过比较啊，最为特殊的就是。 咱们的古人懂得诚实守信，而现代的人却缺失了诚信，其意在说明现在的社会上存在着诚信缺失的现象。所以，把这道题转换为负面的社会现象作答。那这里再扩充一点啊，与负面现象啊，或者是正面现象的这个题型相比较。 漫画题型并不是以考生所熟悉的语言来给出题干的，而是以漫画的形式给出题干。有的考生在遇到漫画题之后啊，就觉得题目太新颖啊，没有看懂漫画。那鉴于这样的情况普遍存在，我建议啊，咱们准备面试的这个同学们，在参加考试前，务必要熟悉你所报考单位的考情。 如果他曾经出现过漫画题，或者是年年都出漫画题，那么咱们就必须在考前啊进行大量的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对于漫画的解读啊。那么关于解读漫画的具体方法呀啊，我给出大概的这样的一种参考啊。第一个就是仔细观察题干给出的漫画。第二呢，就是找出题干所给漫画。 最为特殊、最为夸张的地方，如果是歌颂型的，那么就需要用口语化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表达出漫画的内容。这些内容应该是我们乐见于此的啊。那在语境的渲染上呢，应该给听者以积极向上的感觉。那如果是讽刺型的，就需要咱们通俗易懂的表达出这个漫画啊，它属于负面现象。那语境渲染上就多呈现。 消极的、负面的感觉，啊，总之啊，通过仔细观察，找到这些特殊与夸张，定位好题眼，就是这幅漫画反映的主题是什么？它是正向的还是负向？啊，它为什么有一个地方讽刺意味也好，歌颂意味也好，那么浓烈？特殊在哪里？夸张在哪里？那么解读漫画是漫画题型的重要分析方法啊。如果能够很好的解读题干，啊。 再加上自己已经掌握的，咱们之前学的关于正面或者是负面生活现象题的这种答题的这种一般的思路，就能够突破这类题目，取得比较高的分数啊。